隐身战机对中国人来说是新生事物。 China Air Force, you have entered China's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. 除了试飞，没有别的办法。We can come and go whenever we want. 怎么飞？让我的这些弟兄们怎么飞？西方四代机对抗我们三代机。 世界前方太森打一个初中生的浪费摧毁之力，必须尽快交出杀手锏。隐身外形、复合材料、超音速巡航，还得有浩瀚望远镜才能干出来。飞机是设计出来的，更是飞出来的。所以你们是会飞的设计师和工程师。车坏在马路上还能修修，飞机在天上。 谁任命不是命啊？可你使命军人呢、啊？性命加使命，才是我们的生命。报告完成任务。我不能不飞。我是试飞局第82名试飞员雷宇。我是试飞局第81名试飞员邓放。 高阳俊，夏鹏飞，李小航，以前失去的，我们这代人要拿回来。我们一定会把最好的隐身战机飞出来的。